咖啡计划，你可以带着你的咖啡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，你遇到的人你都能请他喝咖啡，是非常容易开口的事情。就像我这一趟带着咖啡准备到东台湾，在屏东的海岸线呢喝杯咖啡，带着你的 CEO 咖啡享受天然的美景，在一个很棒的下午，或许你今天感到有点郁闷，可是没关系，你有 CEO。 那如果有人能听你倾诉呢，你能带上你的 CEO 跟他一起喝一杯。